杀了我是我们的 NC 君 AKA MC 君，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很多人私讯我有没有简单的调酒，好，我就借这个主题我特别来做一集。但这一集的内容是说如何在外面在便利商店就可以非常简单喝到好喝的酒。因为之前我去看一些演唱会演出啊，现场有酒，然后就大家都在喝纯的威士忌，觉得哇好痛苦。结果我试了一个组合，大家惊为天人，说哇原来这东西可以这样搭配，又这么简单又这么好喝。这就是这一集的内容，我会教各位好不好。Check this out。 好，因为在便利商店拍摄要申请比较麻烦，我后来才知道，所以我自己进去买就好，你们在外面等我好不好，等一下见。好，我刚刚从全家出来，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六种非常非常简单的调酒，那是我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也是我朋友跟我说我对于这些事太理所当然，所以我做这一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有趣的，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喜欢。都是一种饮料配上一种鸡酒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带到任何野餐啊，或是你在路上要跟朋友在公园喝酒啊，都非常简单的。第一个之前有讲过的最完美的组合，冬瓜茶这件事情啊，大家是非常讶异。原本红茶啊搭配 whisky 啊，大家都是就是很简单的一种，但没有人想到冬瓜。但是我跟你讲，冬瓜茶配上 whisky 这个合适的程度啊，绝对超越红茶。组合的方式很简单，我们先看一下冬瓜茶是560毫升，这一罐是我们 Santoli 的 whisky 搅瓶，180毫升，所以我们大概喝掉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就可以把它灌进去了。帮我喝一口，喝大口也没关系，我喜欢浓一点。哎呦，你跟我间接接吻，方法很简单，而且因为角瓶的口是小的，很方便。打开你的角瓶 ，3, 2, 1, combine，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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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perfect， 有没有很完美？刚刚好，关起来，假装自己是bartender，摇一下，好，就是这样，好了，完成了。哦，点好喝，一如往常的，这个就是帮 whisky 化了淡妆。不喜欢 whisky 尾劲味道，再烂 whisky 尾劲味道，冬瓜茶全部消弭掉，变成一个很舒适的饮品，而且保证会喝醉。来，你试试看，来你试试看，告诉观众我有没有骗人。各位一定会超容易喝醉，超容易喝醉了。我每次去看表演啊，我就是带两罐，左插一罐，右插一罐，看到认识的就请他喝。哇，每个人都说哇这屌炸天呐、啊，太好喝了。然后我喝完一罐我就醉了，而且会喝很快。好，这是第一个，冬瓜茶配 whisky。第二个的组合呢，小的英人牌琴酒其实不一定每间都买到，但如果你有买到的话，它也很简单啊。啊，这个就只有50毫升，配上的是雪碧，非常合理的组合。啊，琴酒本来就是适合套这样的东西，所以也很简单。这只有50毫升，所以代表我这个560毫升的雪碧就是喝一大口就好。好，把你喝一大口哦。我现在打开这个，好，就这样。哦，你喝的太大口了吧？又来喽 ，combine，赞。简单的调酒，我才感觉很棒啊，你知道吗？都不要咬太大力，会爆炸吗？转一下就好了。你以为我要咬吗？对，上下让它水乳交融一下。嗯，你看有琴酒的香味，还不错哎，没问题，就是一个饮品，舒服的，好不好？这些都很简单，很便宜。第三种小罐的野格，好不好？这应该也是50毫升的了，40更少，少一点哦，少一点。野格搭配黑松沙士，认真的，这两个东西是 so damage 的那一种。它只有40毫升，其实我自己喝一口就好了。绝对不会倒出来，瓶口很方便，也是转一下，因为这都是有气的，好不好？转一下，上下交换一下，好，就这样。嗯，野格香，嗯，好喝。可是因为后来的两罐英人牌琴酒跟野格，他们的小罐的容量比较少啦，所以其实酒意比较不会那么的浓，好不好？再来两个就是容量比较大的月桂罐。清酒配上的是苹果西打，但这个饮料就要喝大口一点。清酒的酒精浓度本来就比较低，13度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在调配上啊，不太需要饮料太多了。所以我看一下这个的话是200ml、600ml，所以我们一样喝掉三分之一，就可以把整罐清酒套进去，好不好？苹果西打配月桂罐清酒，把你喝200毫升。我现在把月桂罐打开，再大口一点 ，OK， 这样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月桂罐跟苹果西打 combine。要考验一下我的技术了。哇 ，perfecto，perfecto， 还是转一下。我这个味道我没办法想象哎。我今天推荐的六款啊，绝对都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味道，就是不喝酒的也可以接受的。喝林就是喝林，好，再来这个秋雅的小罐，其实便利商店比较难买到，刚好这间全家有了秋雅的美酒，美酒搭配的是气泡水，因为美酒本身就甜，所以它不太需要再饮品，它只要买一罐。气泡水让它带有一点气泡感，更好喝就好。所以美酒的容量是160毫升，这一罐应该也是哦，这一罐是500，所以一样要喝三分之一。好，气泡水
倒一点没关系啊，好不好？你就不要再喝饮料，就不要倒，因为饮料倒了地黏黏，你会造成别人的困扰，都自己喝掉，好不好？好吗？我的梅子，我等一下再剪。你现在旁边看着好像流浪汉喝酒。哇，浓浓梅子香。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组合，仅次于 whisky 冬瓜茶。这个超好喝的，超好喝，这真的超好喝。可是女生一定很喜欢。对，女生一定很喜欢。最后一个，因为全家没有卖，所以这是我先前先去 Seven 买的。那这个东西是在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陪伴我一整年的金奖大曲酒，不要小看这东西哦。这东西的味道其实就是高粱酒啊，因为它是特级高粱。怎么搭配呢 ？CC 雷梦毫升数是100毫升 ，CC 雷梦的话，这一瓶是500毫升，所以五分之一就可以了，少少的。帮你喝，要喝多少？一大口就可以了。OK， 这应该可以了。其实我在套的时候，我会宁愿。饮料多喝一点，因为这样酒精浓度更高，很爽。大曲酒配 CC 雷梦 ，combine。那画面疗愈啊，这个。Perfecto， 一样有气的转一下就好。来喽，忽然想起我在马祖的日子，在南竿当兵，马祖的那段日子真的蛮快乐的啦。其实我觉得在外岛当兵还不错，大家不要害怕，真的还不错，没有长官管理，然后你又可以去一个你这辈子可能不会去的地方，是蛮棒的经验的。OK， 那就是我们介绍今天的六种简易版，随时随地便利商店都可以喝的调酒。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选 CC 雷梦配上金奖大曲啊，原因是因为像高粱酒的味道的底味是比较重，那我会喜欢配上水果酸带气泡，因为那样喝起来整体会变得带有一点气泡的刺激感，但是它会把高粱酒的那个臭味消除掉。我觉得我今天介绍的六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黑松沙士野格，那这就是很标准的组合，可能也不用多做解释。野格配沙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喝法。苹果西达配上什么？苹果西达配上清酒，清酒的味道是平顺，比较平缓的，所以在套的过程中，它饮料是可以比较少，因为反正你饮料多，它就变得更没味道。那我其实喜欢让清酒的味道再重一点点，清酒小罐你也比较大罐啊，所以套过去刚好一半一半，配苹果西达的水果味，我觉得也是很棒。雪碧琴酒这也不用多做解释，就是很简单也很标准。接下来两个是我基本上在这六种中我最常喝，我也最喜欢的是美酒。配上气泡水，美酒啊，不需要再去用任何饮料，因为美酒本身就很甜，而且它的味道是腻的，是容易腻的味道，所以搭配气泡水的时候，气泡感的刺激会去消弭这个腻的味道。水因为是无味的嘛，所以会稀释掉原本美酒浓的，搭配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美酒气泡酒，是很棒，这是我喜欢的第二名。我第一个最喜欢的啊，绝对还是冬瓜茶配 whisky。我之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堆人都被这东西吓到。他们都用一个怀疑的态度说：“干，这东西是能喝吗？”我说：“干，这东西屌炸天哪！”每个试完的都说：“哇，我觉得你这太有创意，太厉害了！”冬瓜茶配 whisky 是我最喜欢的组合，绝对是超越红茶、绿茶其他所有东西。冬瓜茶你们一定要试试看，非常非常的好喝。OK， 这六种调酒都非常的平易近人，好喝、简单，而且价钱都很便宜。像你看，金奖大曲65块，然后刚刚的野格75块，清酒也是70几块，美酒、清酒，然后 whisky 可能都100出头内都可以完成，加饮料200块以内你都可以完成一瓶这样的东西，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棒，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完这六种简单的酒谱，可以去试试看，跟朋友在公园啊、便利商店聚会的时候啊，都可以调来喝喝看，好不好？下集见。哦，我的梅子，你要吃吗？我不要啊。也提醒大家啦，要当个优质酒客，你在外面喝酒，垃圾一定要自己收好，不要留垃圾给别人，要有公德心，好不好？像我们自己拍完的东西，别人的垃圾，这不是我的垃圾，这是别人乱吃，没有公德心的王八蛋乱丢垃圾，好不好？我也帮他收，没问题。但是东西如果要回收的话，记得也要分类好，我只是先装起来 ，OK？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不要忘记帮我们分享、按赞，然后去 YouTube 开小铃铛，然后去 Facebook 按追踪。如果你有任何觉得酒很有趣的组合，都欢迎来信来讯跟我说。下集见。